九八年，也就是刚刚二，他九八年出生，一五年就进入了国家一。哇，你们都是陈字辈的啊！对，有的这种暴力的反撕反拉。男性运动员大多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打得比较急。漂亮，漂亮。自己给自己加油的声音很大，但是他感觉这个小腿很细，爆发力很强。反手出界，靠嘞！分是非常关键的，漂亮！啊，他们都是很少发出台的长球，就是短的，然后就是了他这个发球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。对。而我们一般你没有办法打出自己的打法、啊、你就会头疼的一个事情。那是，但是有一些运动员他在场上控制不了自己，他我优秀运动员啊，成为一个时代的领军人物。那东哥也是这样啊，东哥现在也是基本上你跟中远台的相持有实力，但是你在前三百，对这个准确率的事情就真的是很重要。做的感觉就是中国国家队又升起了一颗希望之星，对，感觉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太厉害了。对呀，漂亮！就我们现在国内运动员的水平确实是精湛和高超。就像这种球，他还能回过来。排球呀，哎，你状态不好可以换人，你这个定性就特别的重要。好球！快！真的一个情况就丢了第一局的比赛。但是后三局包括他的发挥是越没有施展的机会，
前三板处理不好。对，哦，对，哦，